哦，嗨哟！请问韩文的早安怎么讲？哇塞，我是你是要学吗？以前有吧，忘记了。现在都有自动、自行的。怎么再讲一次我想想苏瑞卡油卡油应该吧可以上下停，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伸展。我成功购入了一瓶茶，我看了好久不知道是什么，然后之后看到图是玉米须。准备要去搭机场快线去首尔站，快速哎！这边兑换马上就出来了。只要扫描 QR code， 超快，而且根据产业园区指引，这个都切好了，我有个香油。
切好了。如何？不错，这还蛮好吃。第二瓶买了水，韩国的水吧。到了饭店 ，We go in。吃饱了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，爽，爽，要变凉了，超多蒜泥的，爽，甜甜的蒜泥，很妙的感觉。对啊，我没有吃过甜的蒜泥，会不会辣？我觉得刀削面还蛮好吃的。对，嘿，赞赞。鸡汤应该也很好吃。爱的店。好多这种拍贴的店哦，他叫拍，好晒冰箱都不要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葡萄柚汽水。哇，在这家买的。逛这个了，对啊，还有台巴士哎。没有位置坐一下。不敢坐。外，刚刚在这间喝了咖啡，然后这个外带，为什么这样？加点的时候，只要是点冰美式或热美式的话，就加2000韩元，耶、yeah ！这个在中文好像叫什么可朗可颂鸭的阿福。Lift and right we be
新的哎，对啊，蛮大间的哎，其实。对啊，完全可以放行李哎，很宽哎。好，拖鞋。这边是全身镜，然后是厕所的门。哦，所以这边是一个 shower。我要分出来，但是至少不会。嗯。这边是一个 shower。看起来蛮好用的，可以用看。然后这边就是统一设计风格，简单的 洗面台。这边是挂衣服的，还是不友善的底下，蛮高的，蛮高的，超高的。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床了，我们订的是两张单人床，然后它是这样子的方形，特别感觉。然后这边蛮大空间，可以放行李箱。你看我们行李箱才这样子，不错。然后小冰箱、桌子，然后化妆桌，感觉两个都有。对，大家都有各有小空间可以放一些东西。然后这上面算是一个小桌子吗 ？USB 跟这个插头。听说枕头很软，的确是蛮软的。床垫很厚，但枕头很软。耶，这是有一些毛巾，那四个毛巾，吹风机，然后简单的这个，是隔音应该不太好，所以给耳塞。Olive Young 买的东西，听说很厉害的饼干，先买一个吃吃看。然后这个是最近夏天可能会长痘痘。然后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唇油跟唇蜜，我夏天想要用一下这种要美白之类的 Vitamin C 的，好像很厉害的粉底棒，试试看。然后应该是卸妆棉吧，跟痘痘贴，才落地没多久就买了这些。上的新春，男子在睡觉，所以你想说出来走走。吃饱喽，各种口味，酷。
买了一盒番茄，好像很好吃。这几天的水果，哇，好多布障马车哦！那我们现在好饱哦。杯子，它打。哇，想吃。草莓应该比较贵吧？一个就好。嗯，只有一个。好久没吃糖葫芦这个东西了，而且没吃过这个口味。对，橘子的跟这个麝香葡萄吧。如何？很秒了。就是长这样子的。就少一点，这比较合理。很多这样子的咖啡饮料店，然后都是自动的那个点餐和付钱的机器，不收现金。嗨，我们要去哪里？王藏市场。南湖。这个角度真是很死亡的。可是你没有角度死亡。无死角。市场，有一种跟台湾很像的感觉，有点熟悉。上桌他先给我们这个萝卜汤，然后还有蘸酱，然后有蒜生蒜跟那个青辣椒，就是盐巴跟芝麻油，感觉超香的。我们点了生章鱼生牛肉的，然后跟生干跟百叶，然后他说因为我们两个人吃这样子，给我们一半就好。然后他点了个啤酒，便宜。筷子板，吃，如何？这很像果冻。对啊，很像果冻，没有什么腥味。没有腥味。嗯。炸的，然后上面裹那个肉桂糖的甜点，甜米酿。对啊。绿豆煎饼，感觉很好吃。嗯，拍成这样。对啊，刀削面啊，饺子什么哦 ，Netflix 的，这是广藏市场的 Onion， 是吃那种千层派的店，今天没有排队，很意外。
胶牛奶。哦，长得蛮可爱的。你觉得蛮好喝的？不错。我觉得还好。草莓鱼，草莓鱼。原竹青。对啊，我本来就想来这边吃的。这边就是有很多间陈玉华奶奶的一只鸡，超多人。这个也是一只鸡。来这间买咖啡。东大门。哦，药令市场。哎。哎，我想要。教材的传统市场的感觉。冰美式，然后还有这是什么火龙果的苏打吗？来到了汝矣岛公园，看汉江。
泡面机，全国小红书，在那个地方。对，面也很 Q， 它煮的刚刚好，好厉害！这200多没有？对啊，直接放了。买便利商店饮料，这是那个水蜜桃冰茶之类的吧，蛮好喝的。它就是买袋装，然后自己加到冰块里面。我买了这个棒子。喜欢我吗？喜欢。哎，你为什么？我问题不太一样。